啊，女孩子讲不要就是要了，是吧？来，请我带人进来到个蹦，是一个新开的金华冰摊。哇，吃冰烧哦，好久没有吃了。啊，我早知道搭 MRT 啊，直接到这边。哇，蛮大间的，就在 MRT 对面罢了，很多人一下哦。美女，美来看一下这里的招牌，雪山包还有宝塔。哇，两个都很叫新鲜出炉哦，好像很好吃这样。等下叫神力。好，直接做给你吃。进去敢叫一下。你在做？做雪山包啦。嗯。你在做什么？那这也是做了一部分了的吗？硬要参与就对了。哎，在做宝塔啦。是啊。够力吗？要不要我抓住你手机一下？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哦，女孩子讲不要就是要了，是吧？哇，里面太满人了，坐外面也是一样凉爽。今天你请客啊？你那一餐不是我请啊？你不如讲下次是你请的时候，你才讲一声嘛，好吗？我就请这餐。好 ，OK。你好，请问一下你们要吃什么？哎，你确定你请啊？我请啊。是说掌先知道实力了吧 ？OK。那个主食的，你帮我安排几个，然后饮料安排几个，小吃安排几个，啊，你想安排什么就安排几个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厉害啊你！啊，你讲你请客吗？平时你知道自己怎么样哦？你知道自己怎么样 ？OK。点菜不了，我这边。啊，这个我就是嘉义一直讲的招牌了，雪山包我吃过了，你试一下啊。我有份做了。来看看，有份做，你有份拿吧，我看。来，里面是这样的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来试一下。哇，它的面包很松软嘞。稍稍很香，带一点甜，是不是没有介绍错呢？哎，我看我这个，我这个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红炭，颜色极漂亮，我来试一下。嗯，松松脆脆，中间淡香，然后午餐肉也是很诱人，一整罐的午餐肉。嗯，它的名字就叫一罐午餐肉。一罐午餐肉，点这个。午餐肉也是很幸福，来的火爆肉，哇，火爆是有，炒到很香。我是一边吃这包，一边嗅到那火爆肉的香味，所以我忍不住了。哇，火候很够哦，不带一点辣。我看这沙爹有 M 很久，来蘸一下酱先。哇，香啊，炒到鸡肉沙爹。饱了吗？啊，哪里很饱？通常都是吃了沙爹很饱啊，不是？那有人之前太饱了。Later。谢谢。谢谢。哇，三样饱是吗？哎呀，还好啦，这个给摄影师。我觉得他不止帮我熬的两上，我相信他的能力。黑胡椒制的鸡西公法。哇，上面有海捞的，我的最爱之一。不要制造噪音。来，兴奋不降了呗。来。哇，老板一整口就爽爽啊，正香一下。你等下吃一下来。我这个是咖喱味的鸡翅焗饭，然后它这是有 bacon， 还有虾。很香的芝士味。时间没有火，是那个烟放出来会比较爽。嗯，叫垃圾了吗？炸鸡垃圾了吗？这个是给摄影师，是啊，我交给他的。来，摄影师你来，谢谢老板。哎，不过看到那炸鸡很美，不错啊，再试一下先啊。啊，摄影师，嗯。差一折，整半只了。哇，炸鸡是这样哦。来看一下这个鸡扒大集会，来，淋那个黑胡椒酱。嗯，炸很脆，厚到来又不会讲太海啊。这猪扒浓汤拉面，大片的猪扒，还有拉面。哇，
偏甜，带一点药材味。然后这摄影师，这是蒜香甜是吧？摄影师交给你啊。那咖喱汁唔香。哇，给他买单了啊！过分了一点哦你。来个靓女 ，good job。买单啊！摄影师买单。哎，不能不能，他只是吃了一个腿嘛。